每队成员呢在纸压板上站成一排，用嘴叼着纸片来进行面粉传递，规定时间内传递面粉多的队伍获胜。这个纸压板你行吗，哥呀？我不知道，没试过。这太疼了，我感觉我踩都踩不上去。你把鞋垫袜子里。嗯。哎呦呦！不行啊，我一脚都踩不上去啊！我天哪！你们还穿了袜子呢，我们以前都不穿袜子。哇哇！据说这个指压板啊，踩上去跑了之后呢，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谁的身体好些，谁的身体差些，就是滋哇乱叫的身体就不行了，基本上。把我的麦瞄掉。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哎呦！王牌家族队挑战开始。我觉得沈腾现在是一推土机，你知道吗？腾哥拿不动了，都太贪心了。你是拿鼻子吸着吗？哎呀！哎呀！太多了，对不起，小东。腾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哇，为什么要装这么多？太多了！一个比一个惨。加油啊加油啊，能不能扳回一城？10 9 8 7 6，最后一下行不行？5，这怎么都到这儿来了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成绩啊，66毫升。哇！我感觉面条在嘴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是你每把弄太多了。不是，我想让你们少走两步，太疼了。腾哥，你吃什么呢？我这嘴里有一碗疙瘩汤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你们先审视一下王牌家族队现在的这5张面孔，洋溢着青春、欢乐和笑容。天哪，我们这个日常这是……哎呦喂，日常。
这假装身体好都假装成这样了。跑男家族队挑战。开始。太少了，陈哥，你这个弄得太少了。你注意点。OK。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洒，没有任何的洒。这是，这是，这是干啥呢？你俩。最后一把非常关键，我太高了，我太高了。卢卡斯，你低一点。对，卢卡斯要蹲下去一点啊。他太高了，要不然我们换一下。卢克，我看不到东西。卢克牺牲了，我在哪儿？哎，卢克，你到我前面去。哎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你小心点，你小心点。啊Go go go！ 成绩非常不错啊！儿子，我想找喷嚏。这个多，哇！他们装满了，装满了一个，还有没有？再来一桶，还有三十秒。整个面也把衣服脱了。OK OK， 两桶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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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够了。成绩已经不用说了，两次都超越了100毫升的刻度，总数量将近300毫升，爆表！耶！厉害厉害！是我们的5倍，我们怎么办？是我们身体上有啥病，我们就条件反射，我们就演出来，不像他们全克服着。我发现我们的队啊，有25仔。你谁？你指出来。整个喷我的头上啊！我也是。好了，在这个环节，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跑男家族队，毫无悬念。耶！接下来呢，输的队伍要接受惩罚啊！在节目播出当天啊，官微会公布王牌家族私下的群聊天记录。这个王牌家族已经12期了。对，在第11期的时候，因为活跃的我，拉了个群。之前我都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总感觉花花那种，就话比较少。然后跟小童吧，私底下又有代沟，聊的不是一个东西。咱们互相说一下啊，就是彼此的微信名字叫什么，让大家了解了解，好不好？
我叫大碗。我公司名。我的公司是根据我的微信的名字改的。既有大腕儿，又有多吃多站的。哎呀，行了，白活了。我微信没有名字啊啊！他才气人呢，他的微信名是个句号，句号就一点嘛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起名字是一个好麻烦的事情。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。没有没有意义。比如说，到了什么终点啊？没有。那天我们在一个群里已经很久了，小童说：“哎，这是花花呀。”我一直以为是那期嘉宾。樊少皇，因为他的头像是一个打坐的和尚。对，小童的微信名叫什么？我的微信名字叫关小懒猪，特别认真取了个微信关小懒。那你还行啊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何德何能叫这个名字？最早的那个。解惑大师，他叫解惑大师，解答人生疑惑的大师。你给谁解过人生的疑惑？哎哎，别这么说，这一辈子还真遇到几个不如我的。你净给大伙添堵了。后来叫大师考拉了。大师考拉，烧烤的烤，拉面的拉。咱们这儿来公布一个。我们这都太简单了，我都没什么，没什么特殊的，就是名字的简写 ，baby 就是 AB，AB 我就是 LC。哎，这种就是 AB 和 LC 是什么心态呢？就是懒呀，啊，就特别简单。我叫郑阿飞，因为我老飞，我的飞行记录是超过全国99.7%的勇啊。那阿是什么？飞的时候的感叹词啊，又飞了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呢关注官微，看王牌家族的聊天记录。